哈哈，问就是。哇 ，Q B Z， 我要逆天了。是啊，漂亮。你，哎，叔叔，你不会是平底锅吧？大东老师，你这纸条是不是作弊了？老师是公平的，你呀，这是手气不好啊。肉肉，你不是一直都很厉害吗？今天我倒要看看这没有98K 的你呀、啊，是不是最先出局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，我们先找藏身的地方，一分钟后我们开始，开始。你们别忘了，我肉肉可是天才美少女学霸，虽然我没有抽到好的装备，但是我可以做。我今天就来做一个98K。哦。肉肉，你哪来的98K？ 我做的，虽然我这手气不行，但是我的手工好呀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